九三創新有。踏入九三年咧，我哋乜都有將會以中國作為拍攝基地嘅。嗯，因為中國咧就超過11億嘅人民，兼且地大物博，肯定包羅萬有嘅。而中國乜都有嘅第一站咧，就係中山啦。中山係我鄉下，今次翻嚟可以光宗耀祖啦！各位鄉里，哎，來自中山。咪扮中山人啦！一聽你啲口音，已經知道你唔係中山啦。真正嘅中山口音就係咁嘅。水乡的路啊，水连天啦、啊，水乡的水清啊又甜啊。水乡青年喜画艇啊，水路青苍青啊万仙。晚霞飞影染红河啦，艇中青女对清歌河。你河边轻舟闪影河边歌咯，你清歌对着啊艇游河河啊。前面世门轻舟啊，河水又已慢慢流啊。溪边落叶拉下，沧海桑田。多年嚟嘅经济改革开放，为中山市带来不同程度嘅变迁。